说亚运会啊、大运会啊，包括北京冬奥会，它都是在大的体育场的，大家看惯了，哎呦，运动会开幕式肯定是大场面。可是又来到我们这个场面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场子比较小，我们怎么能够以小见大？那么只有靠我们的虚拟技术。你看到的后面的地屏，包括后面的大屏，包括圆面的投影，还包括后面的景呢，这是一个多媒体数字舞台。再加上我们的 AR 技术呢，我们会把这个舞台呢一会儿放在冰天雪地里面，一会儿又把它放在一个大草原当中。我们这次可能追求的不是那种宏大，而是追求的一种精致，一种冰雪运动的一种美呀。其实我们是专业跟业余呢，相组合的。大家在这么寒冷的这个地方呢，训练呀什么的，其实条件非常艰苦。但是大家呢，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去克服了所有的困难。